同学们，都说青春是一场永不散场的盛宴，但高三这一段最艰辛的日子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谢谢大家，让我陪着你们走过了这三年。我不知道你们以后会不会怀念，但我一定会。你们不是我唯一带过的学生，却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届。特别有两位同学，顾小满还有展越，你们在最后一学期呈现出来的爆发力，作为老师我受到了启示和鼓励。没有学不好的学生，只有教不好的老师。高三二班的同学们，你们在老师的心目当中永远是最棒的。我预祝你们都能考上自己心目当中最理想的大学，大展宏图，鹏程万里。高三二班圆满毕业，下课。起立。